观想，习斋主尊，观想根本传承，都在头顶虚空显现，放大白光加持铸造。人生很无常，随时有都有可能灾难在我们周遭左右或自身身上发生，所以有福有缘得到习斋法，就要珍惜把握。就像最近这个今年呢，进入火德年，是很多的这一个灾难的雪灾光明的雪灾的光啊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平安。那就像好像香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香港打警察反得这么厉害，暴动然后呢像德国两列火车相撞像台湾地震，像很多很多地方不停的一开年就不停的灾难重重。我们当然希望新的一年，我们自身及家人眷属亲友关心的众生都能够平安健康，然后最重要，平安就是福。刚刚我听到外面好像很多声音明天早上几点？七点，早上七点。然后呢，今年的财神是哪里？南方。OK， 然后在南方走八步，从自家走八步，然后那讲什么？请财神到我家。然后呢？财神到我家，然后呢？告诉大家，修密法的人，尤其真佛密法的人，这是一般的人呐、一般的人就只有做一般的方法。但是，如果你了解接财神到你家，到你身上来，你就要跟财神合一。所以你走到哪里，十方都是财神，因为你就是财神。但是如果没有办法，你就只能对一个方向的财神来感召。如果你已经修出你就是财神，大财神，像昨天讲的，谁是最大的财神？对呀、地母啊，是管财的。金母不只是管财对不对？管传承，管广阳真佛，那圣母就是管消灾解厄，不要行恶，要行善种种来讲。所以呢，如果懂得接财神的，其实里面很多的方法，但是这对一般人来讲，你们就先做一般人的好了。等一下修了以后，我还特别有这个什么轰轰轰发发发，师尊亲自写的，今天来者有缘，哇，对不对？发了发了发了，两面都轰轰轰发发发。昨天没有给，今天给那这一面是光明平安光明，又有健康又有财，另外一边是轰轰轰发发发。OK， 先修法了。你发了财要做什么？紫莲雷藏寺的护法，听到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发，有时候也要说动他们的心，要讲得出来，做得到，确实平常也有基础，也有福，否则这一下子涌进来的财，反而是带来的灾业，灾难冤敌。所以我们先消灾了，先消灾，习灾法最重要。平安就是福。那
像你很多地方密教就是用念头的，你真的没有达到那种念力的发生训练的念头，有时候就是要靠实际的行动。那你如果练习到你真正的跟念头合一的时候，有时候要运用这个力量。那你遇到不能动的人怎么办？啊，没有方向感的怎么办？时差问题的人怎么办？那你就要靠你的念头了，举一反三了。还有很多地方怎么办？啊，东南西北时差有问题怎么办？方向有问题怎么办？所以就要靠念头去转变。啊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同修，大家好 ，Om Mani Padme Hum。好，大家好。刚刚听到大家传述师尊对大家的这个叮咛教导，可见师尊这么多年来真的看到皈依真佛中的弟子，修持真佛密法的弟子，真的大家真的都非常的需要这个钱财啊，即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真意方面的作用。所以呢除了让有缘者、有心者、有福者接财神以外，还要特别的告诉大家怎么接法，想尽任何的方法。但是刚刚我说了，同样是这样交代，真正的财神会到你家吗？财神也会看人的，就好像现在财神坐在那里，佛菩萨诸尊坐在那里，每个人都去跟他求，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人来求都会得到啊？都可以得到啊。你可以做一天财神看看，请他们下来让你当财神看看。以前我有说过一个故事啊，听起来这故事蛮让人家可以去深思的。就有人很相信啊，拜神啊、求神啊，都很诚心的啊，可是求来求去都没有感觉到有何感应啊，有何灵应啊。有一天他就生气了，你们坐在那里都不理我们死活，我们这样子的跟你们求，你们都没有心，如果有心的话就让我感应一下，我怎么求都求不来，你们当什么神啊？如果我像你们可以当神，什么人来求我通通满他们的愿，如他们的意。当神就要这样子啊。哦，反而还训起神呢。所以呢这坐在这个神堂上的神台上的神啊，听到啊就受不了了。他就嘣就跳下来了。你说的很好，可以让你试试看当一天神。好好。我当这一天神，我一定谁来求都满大家的愿。好，可以，有一个条件，不管什么人来求，就是你不可以说话，就是听而已。就像现在个个都是只有听，不能应声的，不能说话的，不能回应。他说好，没问题。那结果真神就给那个假神上座了，生意上门了，哇！有一个人就上来了，就提着一袋的东西，一个箱子就上前了。他就跟神求了：“神啊，我要去做生意，请保佑我赚大钱，做这个生意赚大钱。神啊，神啊，你要保佑我、庇佑我啊，让我赚大钱呐、啊！我要去做这个生意啊，投资这个生意啊。”好，求完就走了。当他走的时候呢，哇！他忘记他刚刚带进来的那个皮箱了，那个袋子了。那个假神坐在上面一秒，哎呀，你忘了要去投资生意的钱了、啊、你怎么做啊？
啊，想跟他讲，他答应了真神不可以说话，所以他就闭起嘴巴来。很快的，第二个又上门来了。第二个上门一来就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神啊神啊，我妈妈生重病啊，送到医院去啊，医院不收啊，因为没钱啊，没保证金啊，神啊，请保佑我有钱啊，医我妈妈的病啊，一直哭啊，一直哭啊，是一个孝子来的，哭倒在地上。结果哭倒在手呢，就碰到了一个东西。诶，刚刚没这一包东西啊，现在怎么有这个东西呢？他就赶快打开来一看，都是钱。哇，神听到了他的祷告了，马上就赐他一大袋的钱了。哇，感谢的不得了，一拿就跑了，要赶快去救他妈妈了。很快的，第三个就上门了，他跟神求，神啊，我要出海了，我要当水手了，船员了，请保佑我，庇佑我，让我能够出海非常的平安顺利。感谢啊，感谢。在求的时候呢，第一个跑进来了，在找他的钱了，找不到，马上就抓住这一个第三个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你藏到哪里去了？你放到哪里去了？第三个就看着他，莫名其妙啊，他讲什么听不懂，我什么钱我不知道啊，你装蒜，明明就是你拿的，这里没有其他人。结果骂了老半天就跑掉了，去找警察了，警察就跟着来了，砰，手铐就铐起来，就拉着要到派出所警察局的地方了。那这边拉拉拖拖拉拉拖拖冤枉啊，第三个讲莫名其妙，我哪里有偷啊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明吗？我才刚进来呀、啊、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这个假神坐在上面一塌糊涂。真的是第二个拿钱就跑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到不是你的钱啊，你不要拿，可是他已经跑掉了，怎么办？不能说话、啊、所以呢，当第三个要被冤枉带走的时候，他受不了了，这个假神终于受不了了，就砰，就开口讲话了，你们抓错人了，不是他拿的啊，不是他，我看到了，不是他。结果在讲的时候，把真神就出现，我不是跟你讲不要说话吗？你不是答应我不可以说话吗？不能说话吗？他说，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，这个年轻人被冤枉又被抓去关呢、欸、根本不是偷他钱的人要去关，你还不为他正义说话，你难道看着他被冤枉被关吗？当什么神？那真神就说话了，所以说啊，你说呢？第一个人他来说祈求神保佑他赚钱，他真的赚了钱，他会害很多人的，造很多业的。他这个钱没有拿去，第二个是孝子善心人士，他拿了这个钱，他以为是神赐福的，帮他妈妈的医病医好，他会发大心去救助很多该救的人，去做很多的善事的。第三个，这个年轻人要出海，这一出去遇到大风浪，整个船就翻了，就死了。你让他抓去关，他就平安没事了。你以为你在帮助他，而你在害大家。啊，做神很难呐、啊。你这样知道吗？那故事我曾经说过嘞。所以，今年的南方财神很难当哎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往你们家的南边当当当当当，正好八步翁咕噜连生是地轰，还差一个字。那什么是八字？我们想想看，有哪个咒是八字的？翁咕噜连生是地轰，八个字当。然后怎么讲？财神到我家，是吧？对不对？财神到我家，拿到你家干嘛？啊？再来做什么？啊？财神到我家，这就跟好像
皇帝雷上寺接财神就是要这样，财神到我家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要赶快叫，那一秒钟要讲完你所有的愿望。所以你要训练，到我家干嘛？财神到我家，让我今年发大财，有财怎么样？怎么怎么讲？对，一秒钟给大家说，财神看到你满身晦气，我本来清净的，结果让你发财，到你家帮你造业啊！哇，到时候到阎罗王那里，帮谁让你这机会造业的？财神，呵呵，他愿意负责因果吗？不知道了。反正总而言之，先发愿，先发心啊！今年的财神，师尊竟然赐福了。OK， 讲出来了。OK， 你认为你自己有实修的人，你认为你真的心地善良的，你认为你发了财，愿意帮助啊佛菩萨事业的，尤其是在没有佛法的地方的，你认为。老天会赐福的，真的老天会赐福。最重要是怎么样？不必去求外，求内啊，内就有真正的财神。你如果能够跟如来佛菩萨本尊合一，你就是大大财神了。这是真实话。你心想事成，就是你跟他们完全没有分别，不是只有一个财啊。今天你求愿只有求一个财，你真的很多钱了，你健康没有，你到处都有问题，不是贵人帮助，是冤敌到处。你一有财，你走路都不一样哎。怎么样不一样？你看到人靠近，咦，是不是要绑票我？是不是要勒索？是不是要怎么样？你自然而然，你的心就生很多的烦恼出来耶。啊，人家说，哎，你给你一杯水，咦，这里面放毒会不会？放迷幻药会不会？哎，我吃了会怎么样？疑心疑鬼的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加持过这种人，本来没事，一有财就有事，睡不好。天天睡不好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用，放哪里，不要给人家知道。最重要，家里就开始争了。年纪大了，有小孩，每个小孩都要了。爸，我要那个；爸妈，我要那个，什么都要了。买房子给我，买汽车给我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什么都来了，烦都烦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把你那么多，你就给我多一点嘛。不然你要干嘛？带到棺材啊！哇，吵吵吵吵吵吵！你诅咒我死啊！吵吵吵吵吵！都还没有开始走几步，就开始吵得不得了，要得不得了。吃什么东西？生怎么生活？怎么住？通通都出问题了，一大堆人都来，要替你理财，要建议你要怎么样。要不要住在这种穷区，要住在好的地区，不要开这个烂车，要买好的汽车，什么都来了。因为有钱人怎么穿这么差的衣服布料？当然要穿名牌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前几天我跟华讲，你送给我那双鞋子拿去退了吧，不然换现金给我好了。他送我一双名牌的皮鞋，意大利的真皮的，很漂亮，一双1000多块，吓死人了！叫做什么什么 CC 什么 Gucci， 对不对？他说 Gucci 是做鞋子起家的，很漂亮。哇，赶快叫我穿，那我就漂亮，漂亮啊，蛮喜欢，喜欢，所以他就走了。结果走开一步，砰，就差点滑，变成八字形。因为它是皮的，你知道吗？里面不是像我们后面有塑胶的，那皮的呢，就一滑又地毯，嘿，就一直滑，没得扶的啦。你管它1000、1万，会让你跌倒你就完蛋。尤其现在这个身体不能跌啊，哇，东抓西抓的。
我就知道没福穿。很多东西不是你好，觉得要好，买好，吃好，就可以得好。我就知道这个，对不对？管它多贵，会让你跌倒，你跌倒以后不能动，你怎么穿都没用啊。难道你还真的在手术床上穿着鞋子吗？在病床上穿着鞋子吗？再贵都没用。我就跟他讲，很久很久，已经太久以来，我没看到鞋子下面是平底的皮的，很危险啊。这种皮底已经有多少人自古以来跌倒过、滑倒过？你要，我就拿我的鞋子，你看我下面有塑胶的皮，他妈这是很土的耶，高级人不穿这样耶。我才不信邪，高级人不下面弄个塑胶皮，这是聪明人，不然为什么要穿球鞋？啊，你们有球鞋吧？为什么跑步的人、爬山的人各方面要穿球鞋？因为是塑胶底啊！哇，齿痕很深呐、啊。谁去穿皮鞋打球？谁去穿皮鞋爬山的？那只是好看呐、啊。他说：“那我要到哪里去给你要求下面贴那一个塑胶底嘞？”我都退了，退了。再怎么贵都不适合我。谢谢，谢谢。你看，一上我的脚就来讨报，这个动物啊，怨气多大、啊！这都是动物皮嘛，上人家的生命来穿的嘛，对不对呢？哦，谢了，谢了，谢了，太可怕了，我还是去穿那个塑胶的好了。所以说呢，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什么都要好，真的好吗？真的会好吗？哇，幸好护法拖着我的重量，所以我就就定在那里。我说谢谢护法，可以了，我的屁股很重，我就又起来了。开玩笑，你给我这么一滑，我脚不断才怪嘞，是不是很可怕的？多贵都没用啊，多贵都没用，差一点就给他害到。他是孝心，结果差一点就给他害到。所以各位想要财，要懂得怎么用财。我们今天不是只有求财，还要求什么？财就是富，就是福。我们修行人要什么具足？福慧具足。你看现在这世界上的首富有钱人，很可惜只有富，就是福，没有慧。没有慧绝对烦恼重重，问题多多。所以我们有福跟有慧双并的在进行，在实修，随时都可以调理我们的心境。像昨天哦，很多同门说、哎、上师啊要多回来啊，上师啊你不要走得太快啊，意思说我不要一直往上走啊，啊决定要离开的样子啊。然后我们来这里真的本来都想求这个，来到这里啊，有参加法会，有听开示，有学到真的跟以前不一样的心情心境了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当一个人呼吸一口气，你要怎么选择，就是在你的智慧。这是真的，就像我今天啊，一面打包，一面在跟我的小孩子讲话，因为平常都没有时间讲话。啊，在跟他们说话，在跟他们讲什么。我就跟他们讲，信，相信的信，信仰的信，信用的信，这个信很重要。今天我就是这个信念支持着我，那你要产生这个信，这个以前你相信什么？什么让你能够坚定的这样子的坚持的信仰，坚持的相信，坚持的信守，
你自己要明白的。我今天皈依这个宗派，皈依佛教新兴的宗派真佛宗，别人不明白的说了多少的批评的话，破坏的话，但是我不是别人，我是我自己。我今天自己了解自己是什么，所以我就不一样了。而且我要去探讨，去研究，去追寻我要追寻的方向，我要走的道路。那么这个宗派，那么创办者的师父，他要教导我们什么？他带领我们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境界？他要告诉我们去到什么地方？他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合理？是不是真实的、正确的？你自己要明白，你连你自己都不明白，你当然你就会遇到什么问题就容易改变了。所以我是30年来坚持的这样的信守，自己的信念没有跟错，没有修错，没有学错，没有做错。时间就是证明一切最好的工具。有一句话讲，日久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。30年是很长的时间，不管起伏高低，你如果坚持30年的磨练，坚持30年的练习，这一条路一定很纯熟了。一个厨师很认真地学习这30年来的手艺，不断地进修，不断地改善，不断地研究，他一定是纯明的。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人才，你能够精进30年，你能够不退缩30年，你能够担当30年，30年 baby 出生到30岁已经是成人了，已经是成人了，可以讲心智稳定了，30岁了。想象以前古时候16岁就结婚的人，15岁就结婚的人，据我妈妈讲，他们那个时代16岁15岁结婚很普遍的啊。30岁就什么，已经有小孩14、15岁又开始可以结婚传宗接代了。早结婚的人说不定还可以当祖母了，祖父了。60岁是什么？有另外一个30年就可以传宗接代5代6代了呀。嗯，这说起来我有意思，就是这样。我70岁的时候有一事，我70岁是先生老公公，我已经8代了，你知道吗？多可怕。我那时候是男生，我娶了一个12岁的老婆，你就可以知道，我12岁的老婆结婚，14岁就生小孩，很容易的。所以说，嫁谁娶谁都很有可能有血缘关系呀、啊，这么多年的轮回。不能讲这么多年了，不是多事了，真的是分散开来了。我曾经跟我妈妈说，妈妈，你家的祖先的小孩我都不懂，你的兄弟姐妹不要讲那么远了，我们都不认识，小时候也许看过一面，以后就不认识了，真的就在你前面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么近的亲都不认识了，更何况其他呢？所以讲说500年前是一家人是真的，同一个根源来。做人都这样，更何况在天上，
这种同体的这一种因缘，所以想要得财，想要得福，想要有富，回归原本，把他们既有的全部的一切拿下来。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想做什么承办什么，否则明天七点一大堆人往南去那边，财神到我家，旁边的神经病正好有一个人就站在前面，你正好对他叫财神到我家第八步，他又站在第八步的地方，走开走开走开，我要接财神是不是正好财神化为一个乞丐，第八步手伸出来给我钱，你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很多这些佛菩萨如来都会化妆的，试探你的心，试探你的心。我说过，我以前问事，我问事都会叫大家合掌，眼睛闭起来，跟问事主尊，我们这里是观音菩萨做主，祈请观音菩萨做主，什么名字，什么问题，那我也同时也合掌，我跟菩萨讲这个人什么问题，请菩萨慈悲，加持做主，化解指点。Okay, 求完了以后，前面就不见了，门关着咯，刚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哦，不见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起来看哦，真的就不见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遇到很多这种活生生的，然后在你前面不见，会认为好玩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他们还存在着，他们要化成什么都在，不要以为只有空气，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你像很多当年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都没有原籍的，都还在的，就像我们前些时候在求的世尊传的，对健康好的，摸他身体就会好的长眉尊者、冰头颅尊者，他仍然还在呀。很多这些道教的、佛教的，他们本身都还在呀。像我们的祖师莲华生大士还在呀，像道教的马祖都还在呀。他们没有肉体，像我们时间到了就不见了，就死掉了，就埋在土里或是火化，他们是真正的就在空气里蒸发的，人间蒸发还在呀。所以他们随时什么时候现出来，就像我昨天讲的，我去中国的四大名山，我见到普陀山的南海普陀山的观音菩萨化成的一位和尚，我到五台山的文殊师利菩萨道场化为一个比丘尼，跟化为一个平常的男士。四大名山我亲眼见到，而且不是我亲眼一个人见到，跟随去的人也见到这个人。就像师尊去五台山，文殊师利菩萨也化身给他，都真实的耶，空气里嘣跑出这个人，然后转个身不见了。总而言之，明天七点早上爬得起来早一点，不要七点才跳起来，早一点起来梳洗，上个佛堂，上支香，修坛法，让我今年能够接到南方的喜气、财气、福气，提醒南方的财神做主，赐福给我，弟子谁，让我今年有财、有福、有富、有喜，
一切的顺利的事情。我愿意今年增加的财，增加的福，我要怎么做怎么做。你修个法，上个香，这样做以后，时间还有。OK， 讲完了，修完法了。指南针摆好，不要向南，就向到北去。OK， 向到东去，南方在哪里？指南针、手机都可以看好。OK， 就向南，走八步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就怎么讲？在我们台湾接财神到我家那个地址是要讲出来的，才会知道你到哪里。你家到哪里家？你家要讲清楚的，那所以就是这样接这个财气。但是你事先已经有这样的禀示了，有这样的诚信，这个会更加比你这样开门蹦蹦蹦应该还好吧？啊，应该还灵感吧？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呢，起得早的鸟儿有虫吃，不然都被人家抢走了。好，好，今天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啊，给你们这个特别我们做的师尊签字的，哪一年写的？哇，这字那么小，好像是2015年的啊。他特别我们把它缩小带在身上，一边是 h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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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发发，一边是光明。平安光明，啊，让大家都能够带在身上金母式的健康跟这个财富，啊，能够平安，能够顺利的，啊，师尊保证签字的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，今天见者有份，来者都有份，希望大家带着这里平安光明，又能够发发发，啊，又能够轰轰轰，啊，你们最好。接了财神讲话，财神到我家，然后在家轰轰轰发发发 ，OK， 那财神就知道哦，同路的会讲轰的，那同路的 ，OK， 啊，就特别会帮助你，赐福给大家，啊，祝大家一切吉祥顺利圆满 ，Om Mani Padme Hum。谢谢上师，上师那个不好意思哈，刚刚有传下去的时候，因为。就是关于就是赞助，因为上师昨天特别有他有18袋的吉祥贡品啊，他是要跟台湾接财神的义工同门啊，他要上师是要赐福给他们。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增加福分呢，正好我们可以跟等于说我们来赞助这18袋啊，跟台湾的同门可以广结善缘，因为是。啊，上次昨天晚上特别他这样提出来，所以我刚刚有传下去，所以有福有缘哈，有因缘同门。这个不太一样吧？这是我个人赞助，怎么变成我昨天有提出来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没有讲、啊。上次你没有讲，只是因为我听到，我感觉是因为上次他说要18袋，啊，18袋吉祥贡品。个人的因缘、哎，有时候不是说我要同门要做什么，我自己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啊，我今年。在就是在开光有看到这个财从虚空中降下在我们这个地方，那我心里就知道了。很多人看到这个实相就会觉得，哦，我有财了，我得财了，我发财了。不是的，大家一定要懂什么叫做财，财从哪里来，是不是有的人有财的人家都称他有福气，有福气的人好像就是有财气的人。所以这个财从哪里来，从福来，福从哪里来？从行善来，所以不是白白就来的。所以你行善越多，你福分越多，你自然就财福越多。所以当他这样子给我们看的时候，就是在给大家今年多行善，今年多积功，今年多积德，今年多修身，今年多做善事，很多很多。多哈说软语，多说赞美的话。今年我们的这个农民历后面写得很好，师尊说的，你要做善事很简单，你只要嘴巴赞扬人就好了，
你要做坏事啊，恶事啊，也很简单，你只要嘴巴毁谤人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水洗啊，我们就这么样简单都做不到，水洗啦。所以我那个十八的这一个是我自己个人的啦，你知道，不是说一定要你们赞助，你们赞助赞助道场啦。我现在最近一直在教法师怎么样经营事业，那菩提也要经营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就像贡品，我们一向都会欢迎大家，有什么法会就贡品赞助。你忘了啊，贡品只有限于这一次啊，这一坛呢、啊。但是贡品以外呢，还有很多的人事开销啊。但是我们所得到就只有这一坛。怎么样维持慧命的道场？要懂得经营啊，懂得经营啊，你懂得灵机应变，懂得活的这样子，你才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利益他人，利生他人。但是我们现在只限于就这一场，就现在当下，其他都不管了，怎么维生啊？这是真实话。而且我们要训练大家给，不是拿。能施的人才有福，常常拿的人是消福的。尽管这一次有人赞助，仍然你没有出这份心，你仍然白拿，你是消福不是增福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是这样子站起来的，我不随便去拿，我还在用最困难的环境之下去给予，所以就一步一步的累积福分了，这是真实话。而且当你有福的越来越多，福越来越大福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受益，你整个家庭成员都受益，你更大的福，你整个这样子的道场信众都受益，你在更大的福，你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。他们只有给不拿的，我们要训练出这种观念出来。不是说有人赞助我们就不必出了，你让这个人没有福还一直在欠众生福，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，要改变这个观念的。如果不是说有人赞助好了就好了，不是的，真正要有福。为什么同样修有人就越来越有福，有人一直怎么修就越来越没福呢？就是这一点。不然你修法回向，不然你持咒回向，不然你在做义工叽叽喳喳的，只要出一份心出一份力都有福，不能白白的你害这些来结缘，什么东南西北都不懂，哇，拿了就消福了，拿了就欠福了。我们今年不一样，今年每一个人都要有福起来，一定要有福起来。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福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讲这个福分怎么来源，我自己受益太大了，见证太多了，希望大家也能够站得起来，也能够真正的做得到，不是只有想，不是只有说，还要真正去作为。否则真的真佛行者应该都是大福金刚的化身，跟我讲或是跟人家讲没钱，这是很丢脸的嘞。怎么越修越没钱？钱只是小小的芝麻而已。你看我没有钱我都能够帮助只连雷藏寺以外的11间道场、欸、无数的道场、欸、从没有帮他们盖起来、欸、想都没想过、欸、怎么样帮人家起来。你要维持一个道场都不简单哦，怎么样帮人家建立起来？所以就是要有这个福，你没有这个福，你没办法施福的。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，
所以呢，不必去跟我抢那十八分，你们要赞助就赞助，因为那十八分有时候我自然有我的这一份给谁，这份谁像好多的跟随身边人，通通都要给的。他们本身没有来，但是我的意念有他们，帮他们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不必抢我的要做的事，啊、哦，那个不是我说的，你们不必替我响亮，要你们就赞助就好了。那、嗯、因为我回去是正好台湾的这些义工。哦，法师那边有另外的一个过年，那么过年跟大家结个缘是这样子，正好这里赐福给他们，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啊、哦，所以你们随意了，也不要说一定我去哪里就怎么样。我喜欢去赞助道场，但这个不是道场，这只是一个 New Year's 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需要，不值得赞助，谢谢你，啊、哦，真的。去赞助道长，去赞助 charity， 赞助布施其他的人，这个只是一个大家一个聚会吃饭，不需要。而且十八份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嘞，抽签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来100个人，18个人抽中，谁有福谁就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么就上前来拿这个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一切吉祥。Okay.